大家好，我是 Frida。 话咁快呢就已经是秋天啦，每年一转季呢皮肤就会开始好干，有时仲会 feel 到掹紧添。化妆嗰阵呢好显毛孔又易浮粉，加上做咗妈妈之后啦，每日呢就是忙凑仔啦，忙做家务啦，忙呢忙碌啦，真係觉得啦皮肤就冇以前咁好状态㗎。开头我以为搽得多护肤品，做得多 facial 就可以改善到。其实我哋忽略咗年纪增长呢一个不可抵抗嘅因素，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啊。过了25岁之后，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每年会以 1% 的速度流失，没了胶原蛋白支撑，我们皮肤就会变得松泡泡无弹性，慢慢就会开始出现细纹表情纹，之后就会变成皱纹的了。再加上你压力大，作息不定时，饮食不均衡的话，这些都会影响到胶原蛋白的生成的，令人衰老得更快一点啊。是不是听到都觉得恐怖呢？所以大家呢真的要开始及早保养。我呢大约由20多岁开始呢就有饮下一些胶原蛋白的，我最近呢就试了两款胶原蛋白饮，想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就是这一款维再生的医疗级胶原三胜肽，它每支是含有 5000mg 高浓度的胶原三胜肽，还获得3项的国际金奖。所以无论在成分上或者价钱上都是贵妇级数的，喝完之后是可以很快地见到明显的效果的。由于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的蛋白质，如果想吸收得好就一定要加一些小分子的胶原蛋白。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多数都是属于第一代的，即是分子大一点，而维再生的胶原三胜肽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的了，分子量是讲紧只有500的道尔顿，所以相比之下是小超级无敌多的，吸收率还会比第一代的胶原蛋白高出 480%。 另外它还添加了5种的抗糖锁水成分，可以激活胶原蛋白的合成，一次过做到美白锁水提弹的功效。其中鱼金子成分是可以有助降低紫外线 UVA 导致黑色素形成，对抗肌肤糖化问题。我平时每朝起身或者临瞓前空肚就会饮一支，饮下去的味道有少少似果汁啊，是飓风提子味，其实就挺好饮的，不会觉得腥啊。那些饮了7日左右，真的会觉得块面水润了和光泽了，是 feel 到皮肤底层的水分很足够，好像刚刚敷完 mask 咁，肤色咧就白净咗，冇咁暗哑，鼻翼隔离啲毛孔咧都细咗添啊！化妆嗰阵咧就会贴服啲，上分啲。如果你 keep 住饮一排嘅话咧，皮肤嘅弹性咧同埋紧致度咧系真系会有提升嘅，眼嘅周围啊、额头嘅细纹啊或者表情纹咧都冇咁深啦，除咗块面望落去饱满啲，连身体嘅皮肤都变得滑咗添啊！我自己饮完之后咧，真系觉得好 work 同好有 feel 啊，所以好推介大家去万宁啦或者维再生嘅官网买嚟试下饮下。话时话啦，做咗妈妈之后啦，我不得不承认咧，我是 feel 到自己慢慢有阵妈妈味出紧嚟嘅。喺冇化妆嘅日子啦，个样会越嚟越攰啦，因为又要早起啊，又做家务啊，好忙啊，好多嘢搞啦，面珠呢啲位咧都开始凹落去啦。有时喺街上面咧见到啲后生女咧，我都忍唔住望多几眼嘅，因为真系好羡慕佢哋啲皮肤啦，胀卜卜啦，充满 collagen 啦，所以我都唔执书。为了帮自己急救下咧，我就试咗呢一只嚟自日本 Fit 嘅 Bright Collagen 三重胶原弹量饮，佢可以话系市面上难得一见嘅胶原蛋白产品，因为佢一包就已经集齐第一、第二同第三型的胶原蛋白，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增生 triple up。 首先我们皮肤入面的真皮层有 90% 是由第一型胶原蛋白去构成的，而 bright collagen 所含的第一型胶原蛋白同样是可以做到500的道尔顿的，是市面上罕有的极小分子量，而且经过临床证实它的吸收率是比一般产品高出40倍那么多，可以很快速地帮肌肤补充
不斷流失的膠原蛋白，撐翻起個肌底，加強翻肌彈力。而第二型的膠原蛋白是針對修復皮膚受損組織，它所含的第二型膠原蛋白有2000道爾頓，是由德國大廠出品，可以激活翻肌膚入邊老化咗嘅纖維母細胞，幫助修復皮膚，減少皺紋形成。最後要講咧，就係佢特別加入咗蛋殼膜成分。有冇留意咧 ？BB 皮膚咧係零舍脹卜卜，充滿彈性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咧第三型嘅膠原蛋白咧喺 BB 皮膚入邊先有噶咋，所以咧佢就被稱之為 BB 膠原。而透過攝取蛋殼膜成分，經臨床證實咧係可以刺激人體生成3.5倍嘅 BB 膠原，等肌膚可以 keep 住年輕、飽滿同埋充滿彈性。只要每日飲一小包，就可以一次過吸收曬3種嘅膠原蛋白。我持續咧飲咗1個月左右，肌膚嘅狀態咧簡直係3級跳咁樣上啊！而家嘅皮膚咧更水潤，更有彈性，特別係眼周圍嘅細紋啦、法令紋嗰啲咧都淡咗好多啊，而且膚色咧都比以前白咗。冇咁黃，摸落去塊面仲滑個肥仔啊！而家就算唔化妝，啲皮膚都可以見得嚇人㗎。就算你離遠見到我，你都唔會覺得我似生完小朋友，唔似做緊媽媽，啲少女味即刻出翻曬嚟啊！仲有我要讚佢嘅係咧。因為佢每包咧係獨立包裝嚟嘅，夠曬方便。有時怕喺屋企忙得滯唔記得飲，我都會隨身攜帶幾包，出咗街之後都可以好方便咁樣沖嚟飲。好建議大家揀翻啱嘅產品去重點補充翻膠原蛋白。而家呢兩款嘅 collagen 咧係可以喺萬寧嗰度揾到嘅，大家有興趣嘅話不妨入手試下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為止，有咩問題咧，隨時可以留言俾我㗎。